是啊，哇，两眼泪是算是海里的星星，超神奇啊，有没有？哦，你看，哎呦，这个亮了，看后面尾浪，后面尾浪，哇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，我有点看到了，看，你看，有，这片都有，这片都有。 哇，真好啊！荧光男，边边边边，这个东西有的。哦，有，这个有了，哇！蓝眼泪是海里的星星哦。大家，我泼个水啊！停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那有，啊，这边可能真的比较多。哇！ 哇！哇！这是那个哇！哇！你想，这个如果这么漂亮的话，如果是五级的话，整整一片的，整片的，那很漂亮。天上的星星也出来了，那北斗星也在，哦，出来了。天上的、海上的都有了。 看到蓝雨夜的话，可以许愿啊，许愿呀，对，哇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圆满今天，追着这样漂亮的东西啊，不虚此行。 也算很成功了，对。其实我们挺幸运的，我们是来的第二天就追到蓝眼泪了。嗯，对，就是像一级的感觉也还是挺也挺漂亮的。一级家小博博其实算一级家，也挺美的。对，对，想可想而知，就很神奇，居然有这种景象会出现，而且还是那种你用手就是撩水，它都会出现的，就你会觉得海洋、星空、这种大自然的神奇。满的是等级五，哇。 这只是20%，如果是等级5的话呢，你肉眼看过去，就一片蓝海，那真的很魔幻，你知道吗？一个船行驶在蓝色的一片海中。